哇，你们去哪里？你去哪里？我们去一个美丽的地方。美丽的地方。我们也去的很美丽的地方。我们要去呼伦贝尔了。去呼伦贝尔啊？那你一看是接下来一个星期之内都没什么活动了吧？对，真的没活，确实没活。太损了！你们已经出发了是吧？我们已经出发出发了。了。我们也出发吧。你们要去哪儿啊？挺远的，说实话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我们是往左边走。我们也是左边。你们绝对没有我们左。我们最左，我们都左拐弯了，我们。我们是湖边。那个叫什么？幸福水上渔村。渔村。渔村？你开的。还有这业务呢？我们可以告诉你们，我们是要去爬山。爬山？你们开过去多久嘛？快3个小时。他们肯定是长城。我们要确定一下，我们是最远的。